家好，我们今天在内湖的 Costco， 我们现在全家正在吃晚餐，然后很多都很好吃，我们点了蛤蜊浓汤，还有夏威夷披萨跟热狗，还有烤马斯克的鸡腿。刚才吃完饭，好啊，现在我们要上去，上面去，都是像文具类。口罩拿起来，学用品，口罩拿好。然后等一下，下面那里口罩一下，下面会有个手扶梯，可以下来，下面就是食物。对，那我们先上去先看一下，上面也有药啊，铅笔或人质笔那些，对，还有椅子，有时候他节日会那个。就是像如果要圣诞节，它就有像圣诞树啊那些，或者是偶尔会有游泳池那些的，就是会充气的，不是帮你挖的那种，是充气的游泳池。上来，那首先这里会有一台电视，我在想，有时候我会想，地球它全垮了，不是就没挖娃了吗？你要不要先去看你们小孩最爱看的玩具跟书？荡秋千，还有荡秋千啊，跟玩就是像树屋一样的一个游乐器材。然后这里会卖一些耳机啊，然后灯对。他们在到那里的话会有书，它是像说屁屁侦探那一类。最近有在卖一种寻宝记，很好看。来到这一个地方，是这一个区域，它现在是卖夏天的，夏天可以。它现在是什么时间？现在差不多是冬天，然后慢慢变成春天。对，这里都是卖夏天的，然后它就是你可以，如果你有缺零缺要去海边，要缺去海边的地方，你可以来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玩具类，这些娃娃超可爱的。然后这是有些就会卖 baby 的啊，或大小孩的。这里真的一排都是，还会卖乐高跟一些机器的 baby， 还有 baby 的玩具。森林家族换了。还有这个，还有小有时候会卖娃娃。三层别墅。还会买那个卖脚踏车，还有电动的小小孩电动的那种，还有 baby 会用的那种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被子啊、床单那一类或毛巾的地方，或地毯，然后还有我们这里有一个情人节的礼物。情人节送的，可以来买，很特别送情人节，但是情人节才刚过，又要等了一年。那我们来到是点心的神台，它现在很常打折，这里都是打折，如果有看到荧光的记号就是打折。来拿一下美露高钙巧克力牛奶哦。好多零食哦。我个人推荐的点心是这一个，或者是泡面的薯条，他们都很好吃。再来走下去就是一些。瓶瓶罐罐的饮料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猫啊狗的食物类，这里也有一些袋子，像假如可以像美国，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呢把它盖起来，就是会让它不会被虫跑进去。还有狗睡的床，很多毛的。然后这里就是卫生纸在打折，好笑。然后这里还有卫生纸，
饼就是代表打折了。这里有钢琴，会自己弹钢琴，可以放在闹鬼的屋子里。然后这里是文具的类的用品，计算机啊，然后 sketchbook， 还有就是妈妈，好聊天。洗完澡，不要当防疫破口。如果你刚洗完澡，然后你外面这样地板都湿哒哒的，那有可能家人会滑倒，所以你就可以贴那个东西。哦，还有香水，好香哦！洗的，方便洗护类的东西用，帽子啊、外套啊、布背包啊、鞋子啊。这里是些像。像布鞋啊、球鞋的这类，我可以找到另外一边。嗯，这里有很小的，像也有像拖鞋这一类。你干嘛可以找到另外一边呢？它上面都会有鞋。姐姐 ，Come with me， 可以走到另外一边。不行。这里会有一些大人的一些杂志。因为这个蓝色好看。哦，这个就是解封准备好了。姐姐。可以转也可以上也可以下。我有个很好玩的事情，你坐在上面，然后压，再往下。现在我们在头发，还有这里是像用嘴巴的，像。漱口水啊，牙线啊，还有牙刷。我们是用电动牙刷，这样我们觉得会比较干净一点。然后在那里的话就是珠宝类，我们现在要下去，下面大部分是早餐，像面包，还有牛奶、豆浆。单买非常好吃，我推荐买那个，都很好吃。你帮我拿一个。好的。它里面是它有点像苹果派一样，很好吃。它外面就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苹果的。甜蛋糕片的，甜蛋糕片的。还有，如果庆生可以买蛋糕。Costco 这里的肉，它不是像。哦，那个算钱1299，然后这里就1299，它是看体重，所以不要觉得哦随便拿一瓶把这个丢，你要可以先看一下，对。然后那里是庆生可以带的蛋糕，我想要我上次我的生日发饼干，可是我想要那个蛋糕才刚过2月8号，然后妈妈不给我买，她要去结账。嗯，这里是。油或醋那一类的，然后还有芝麻酱啊，还有鲍鱼，还有我也不知道，番茄酱，还有番茄罐头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醋可以弄饭，你要用。我们现在正离场，今天玩的很开心，有空的话也可以来逛。那外面要有一个小单子，他会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东西都在。这个单子，你就是会给他，他就帮你画一条线，就代表 OK 了。
起就可以下去。嗯，你要在车子的旁边。如果是有小孩的话，有时候他会帮你画一个兔兔的东西，或者是哆啦 A 梦，会画各种的图案，都很可爱。如果有小孩这样，如果有小孩可以特别带小孩来，就会有小小的东西，他就帮你画。但我们最近都没有，因为可能太大了，我们已经不像是小小的了，已经都长大了。我变成七岁。他刚刚七岁。大家拜拜喽。